no better day. It's time to get away. I wanna see it all. The world is open wide. I wanna feel alive. I hear adventure call. Hey, hey, what are you saying?团队的优势并不是在于一款产品，因为我们这个团队已经积累了8年，然后有17种品类的产品的开发经验，而且是都是智能的，都是跟菜谱内容算法跟设备联动相关。再加上原本美善品这一类的产品，它更多的是只是以煮汤为主，但是有时候的一些烹饪它是需要翻炒的，我们会觉得说这个设备它可能应该要更像锅，而不像是个杯子。杯子它只能覆盖 blender 这一类的产品的一些功能。对。但是更多 cooking 的这种煮类的这种这样的一个功能，它其实更需要是一个更接近锅的形态。所以我们把这款产品设计成像锅一样。同埋系仲可以统计埋我哋之前用所有嘅数据，佢哋以前做饭、做煮唔同嘢嘅经验，都变成我哋经验。我们有很多的同事是从 IT 产业，是做 laptop computer， 是做 smartphone 过来的，其实是有一点降维打击。因为我们虽然载体是个家电，但是更多的其实是一些电子控制，一些软件的算法，然后一些硬件跟软件 APP 的一个联动。所以我们能够把成本能够做得相对更有优势，因为毕竟我们来自中国，那中国其实是在整个供应链的整合上面是最有优势的一个地方。那再加上我们不单单只是做这一款产品，我们做了很多的家电，所以我们已经整合了很多的优质的供应链。对，那有成本优势又有品质优势的，所以我们能够把产品做得既性能既好，但是在 price 在价格上面也是够吸引人。其實最基本就是除了設計和研發之外，其實最花時間是什麼呢？我們的產品做完之後，我們會找很多用戶去做測試，跟住用戶測試完之後，我們還要是我們內部測試完之後呢真的沒問題，我才去推出在市面上。還有其實你看看很簡單，看我們這個鍋，其實我們裡面這個鍋的設計呢，只是這個不鏽鋼的形狀，這個曲線、這個邊入面嗰啲羹位啊，都會影響我哋所有嘅煮飯嘅效果。啊！呢個鍋我哋可能測到已經超過8次咯，超過100次。哦，咁啊，即係好似啲角度啊，嗰啲乜嘢，全部都係要試咁樣。我哋係不停咁做咗唔同嘅形狀同埋羹位之後咧，我哋揾做咗好多唔同嘅機去做煮唔同嘅菜。係啊，係啊，唔同嘅菜，例如湯啊、炒菜都會做測試，要保證係每一個菜啊、湯同埋唔同類別嘅菜譜做出嚟效果都係達到最好嘅。同埋其實我啱啱講過係個 motor。
係咯，佢個轉數同我哋點樣配合呢個鍋嘅根，同埋個加熱個速度或者温度都會影響我哋所有效果。明白明白明白，即係呢個真係犀利啦。所以呢個點解要做咁耐，就係因為我哋有好多時間喺後邊做個測試同埋做。可能我哋個廚師大太廚嗰邊做唔同嘅菜嘅時候，都要做一批菜，可能做十幾廿次先做一次最好嘅個菜譜嗰個曲線出嚟。我先特別介紹一個，就是我們呢個湯頭嘅老骨頭，就是剛剛說的是做 Viva， 就慢煮嘛，就是這個特別好用。因為我家裡面之前我也拿了一個是這個叉叉那個。锅里面那个加温那个手臂那个机器 啊，明白，对，然后加了一大锅水，然后就温度好烦那个，不方便，真的不方便。然后我们那个机器特别厉害，就是它会控温，我把这个东西开进去，然后这个是有什么好处？它不会被用刀去打碎我们东西，我们可以慢慢的转，把我们的水炉一点倒一起转动，一点搅动在里面，保持我们的。肉，我说其实是食材在里面转，慢慢转动的时候，温度是最均匀的去煮，慢慢煮。然后我们设计其实为什么是对称，还有是要防带，刀不会掏出。如果说我们想个水流大一点的话，我们会用这个高一点的地方去转。如果想顺一点、慢一点的，会用一个顺的地方反转，看我们的菜谱的需求了。